最近有一个小伙伴想看土匪猪肝，不过我个人推荐，你可以对我们内蒙本地的这种猪肝做一个简单的体验。好，话不多说，现在开始弄这一大袋猪肝和猪肺啊，一共花了20块钱。咱们，哎，这猪肺太便宜了，这么大一块才2块。咱们先把这些猪肺什么的，要切成小条，然后准备点猪肝。猪肝正经不少，一次应该用不了这么多。咱把猪肝也给它切成小条，咱们这猪肝上的花纹啊就跟蛇一样，我天。咱们准备一块土豆，土豆啊咱们给它切成小条，去做这个炒猪肝的就跟焖面差不多。咱们切点葱花，然后把姜给它切成小细条，然后准备点干辣椒。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油啊，有条件的最好上猪油，我属于没有条件的。油温一两成热，咱们把猪肝和猪肺下到锅中，咱们把猪肝和猪肺啊给它炒干点。接下来咱们把切好的葱姜干辣椒下到锅中，小火给它翻炒一下，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，里边喷点生抽，再给里边来点这个辣椒面、花椒面，再来一勺姜面，然后来点盐，然后沿锅边喷点料酒，拿老抽上点颜色，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水，水量没过猪肝就差不多，来上一点点蚝油、小鸡精，然后把切好的土豆条啊给上边铺上，开根小火啊，咱们给它焖上7-8分钟，然后切点蒜末，再来几个小米辣点缀一下，准备上一颗小白菜，直接给它一分为二，最后再来点这个灵魂韭菜段，把韭菜给它切成寸段。汤汁收干以后啊，咱们把这个蒜末、韭菜末下到锅中，继续给它翻炒一下，这个状态啊让内行人看到啊，我天，就直呼内行。咱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咱们把切好的葱姜蒜下到锅中，喷点生抽，切好的白菜下到锅中，然后咱们给它稍微来点盐、花椒粉、大料粉，然后来点蚝油，礼貌性的来一点点水淀粉，这个炒猪肝的这种一模做法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今天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啊，我先来一口啊。说实话，咱们这个，
可以炒猪肝了，还得这么炒，这样才炒才是最好。今天这个炒猪肝啊，油有点小了，但是这种啊，这个要相对健康一些。嗯，哇，这炒猪肝最完美的状态，其实就是和米饭，这米饭必须得和一下。咱们这个米饭必须盖，谁盖谁可爱，直接给它盖到饭上，然后再给它和起来。作为一个达拉特的小男孩，这种诱惑完全不能抵抗啊！但是这一碗沉甸甸的，感觉都有点爽。嗯。来上一瓣蒜，绝了！哇，这个感觉啊，香气直冲天灵盖。哇呀，简直太好吃了。接下来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醋溜白菜。我觉得这种快乐只有我自己能懂啊。